好，今天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这个温泉度假酒店。东北的温泉文化征服了全国，因为东北冬天很冷，所以可以泡热水澡是非常快乐的存在。家家户户一到冬天就享受着浴室的温柔。东北的澡堂文化不仅舒适，还增进了朋友的感情。大家在温泉的同时也经常玩水，成了增进朋友感情的最好的方式。所以大家今天来到了东北温泉酒店，那么我们也可以跟玩水有关进行一个游戏。好，来啊，这个游戏规则一v一车轮战，就首先我们两个人站在这儿，我们会给口令，大家要执行我们的口令，比如蹲下起立。当我们说到泼水的时候，两个人就可以抢这个，谁抢到了或对方获胜。赢的那个人，我们就把这两个下线的最直接的线索给到那个人。所以如果你们自己是下线，你们可以修改，你可以骗大家。如果你不是下线，你可以念给大家。我天哪，来，你们谁先出战？来吧，一阵儿。来吧，一阵儿，你先玩一下吧。你带领你的两个下属，你们先玩。对，必有一伤。长官，不好意思了。你怎么敢泼你的上司啊？哎呀，为了任务嘛。一个下线。结果最后我们俩都是好人，可能吗？好人自己心里明白。你居然帮他，你帮他搞。一只耳要想保护队友，你也要赢。因为保护队友，你对着他说，你可以再直接一点，他对着汪思龙，你想保护队友，你也要赢。在沈阳，没有人能赢过我。好，哎呦，在整个中国都是。哇，话题这么大哈，来吧，一只耳。你中国玩这个的也不多。就我们六个，就我们六个。听好口令，蹲下。哎呀，他这每一个都在准备啊。起立。好，劈叉。劈叉。劈叉，不会劈叉。哇。好，比心。泼水。泼水。泼水。恭喜汪苏泷，没想到比完心就泼水，你们俩都抢到，你没着急泼他泼了。对，我还是太傻，其实我还有点善良。这是上级对下级的，就是我拿到那一刻，我觉得你还是觉得对不起他，就是你也没这个工作了。通知你，你被开除了。赢了比赛，输了工作。来，下一组上谁？我跟宝哥吧，好不好？行。一会儿我一定要掐那一嘴儿。哥，这盆水将会把你的发型弄乱。好呀。来，准备。来，往前一步。往后一步。姐，你看一下距离。我没有一步吗？绕场一周，好恐怖，好恐怖啊！比心，泼水，泼水，泼水，我操！妹妹，我怎么撒自己身上了呢？你怎么弄的呀？我给你一周。顺势就过来了，哥都在你身上，一点都没浪费呀，我感觉。我抓到盆了以后就这样周了一下。我也没泼呀，你。来，那程程杨迪，范程程，待会儿你从这儿